自己的事业基础，才能看清我自己的实力。创业是一种冒险，创业也是一种有趣的挑战。年轻的时候会想要让你的工作或学习生涯有更多的可能性。你不喜欢把事情再重复的一直做，然后你不喜欢自己的事情很多人在给你干涉，那么其实你就适合创业了。想做一个很争气的孩子，让妈妈很高兴，以孩子为荣。我想要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创业是要挑战自己，到底你行不行，然后创业是因为你要证明你可以，要让那些否定的人闭嘴。我希望用我们的专业让产业变得更好，让台湾变得更好，能够激发社会更多元更丰富的创造力。台湾再不创业，我们会消失。台湾需要生命力，台湾需要创业的一种活力，台湾更需要的就是说大家彼此互相竞争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的一个动力。每个人都需要很勇敢地向内心探索你内心的热忱跟渴望，向外踏出你勇敢的创造性的一步。一定要有危机意识，前瞻远瞩地看到将来，很努力的、很用心的去往前打拼。多学一点，多做一点，多玩一点。要懂得吃苦，不懂得吃苦，你不会成功。